哇！要求是未来，赢在一个宇宙，开幻想空前世界线 ，You Metal Man。旁边人又在看我们了，缘分又这么来了。刚刚发现我们这首歌可以是，我今年。王心凌，张天爱，因为我们六个都是三个字啊，对，谁是四个字的？啊，就阿萨是四个字。阿萨跟蔡卓妍是不认识的，你知道吗？阿萨跟蔡卓妍是两个人。蔡卓妍。我们留下每一个舞台，其实真超级有意义，真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也觉得。因为到最后节目完事了之后，大家以及100年后，我们尽力了，只会看到作品。对，真的不记得谁在哪期留，还有那就还是舞台。但每一个舞台，你就翻看，就是我们要的结果。对。今天这个雨还真不小。对啊，暴雨。欢迎姐姐回家。回来干啥嘞？在路上告别夜。三个月的合宿生活即将结束，今天是我们在宿舍里的最后一晚。现在，请大家收拾好行李，等待下一步的安排。先装吧。行。回去不会不适应吧？没事，再来圣爵菲斯，怎么样？哇，哎，你们这个真的是可以睡3-4个人啊。嗯。搬走吧，床。搬走。哎，真的在这个床上睡得越来越踏实了。赚了，哇，赚了，整箱带回去。还有什么能带走啊？把摄影机带走。把你带走。还有你。卖掉你们。卖掉你们。兄弟，你麦克风掉下来了，我给你装上去吧。刚是这样的，兄弟，好吗？你往里边挪一点点。今天晚上就收行李，全部收拾走。因为我是早班机，所以说我今天晚上工作完应该是3-4点吧，4-5点，然后就这样。还有一个什么拍摄？这个时间过得还挺快的。嗯。